Like the signing of the top.河南老乡，河南老乡，哦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那不得，那你也不是河南的呀，都是龙的传人，这不都一样吗？你是浙江温州，江南平常倒闭了。 你这把还有希望了，巴子！前期卡这个反正反了的非常好。嗯，然后前期一局，哎，这把舞台也有了，巴子。我靠，舞台很大呀，这把。舞台不一样，那寒冰和沙弥拉不一样，寒冰这个英雄没什么卵用。沙弥拉不好处理，寒冰这个软绵绵的。寒冰屁用没有，来不及，算了。 我操，没打过！啊，爸子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，差一刀！哎呀，河南老乡挂了呀！哎呀，这河南老乡伤害太高了，主要前面数值太高了的。你这温州老乡不行啊！我靠，这鳄鱼前面数值太高了。 A型也很猛的，小心点。我来中，看能不能把你戳一下。看位置。有点远，我看了有点远。 干他，必死无疑，要赢了，巴子。啊？没看到吗？必须给他干了呀！好啊，巴子。 还没闪，多了我不说了，还没闪。我得下去把这个 ADC 给收了呀，这 ADC 不收我睡不着啊。嗯，这老鳄鱼有点难打。
感觉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，我刚才领先那么多都打不过，他妈的！哎，红怒 Q， 红怒 W， 你得计算进去吧。这下路很小心啊，感觉。不怎么给机会啊，我一 miss 对面就怂住了。我觉得对面双眼双眼双 A 有的时候可以出那个不假鞋啊，出个不假鞋我就很难打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用很霸不假鞋的，不喜欢执着，一个枪者的执着，就跟我是法杖鞋一样，对吧？你看我在打这个，打这个石头人的时候，你说我说，耐操鞋有什么用？那攻速鞋打得快啊，你嘎一下就给他转完了。话你顶个嘚儿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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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行，可以。有心话你顶个嘚儿啊！顶老半天。这得卖了，谁也不敢过去啊！用水流，我靠！抢啊，巴子！我靠，这个鱼太狠了！是吗？果然太狠了，咬下来巨疼，国服死前巨饿。我又前期，他后期他打不过你的。他对前期特别厉害。是的。那肯定啊，这英雄打出来就是为了可以打优势的呀。再不厉害怎么玩？后期超级兵，跟诺手一样，后期超级兵。但是如果鳄鱼啊出破败那一套全输出啊，很猛的，我跟你说。但是容错率很低。以前有暗爪嘛，出破败会比较那个，现在没暗爪了，他。进不去了呀，他就有闪现，你那波还可以，没闪现就麻了。没闪现不太行，他以前暗爪无解的。哎，怎么这么点了？鳄鱼去中了 ，OK， 我看到了。我靠，中塔没了。他不想杀我了吧？上路可能有机会 ，OK， 还有闪吗？他没闪，应该没闪。他跑了，他清完线就溜了，他清好快啊！
上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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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路。OK OK， 再看看。我好像可以。我看着你，但是我不去了。那我就不去了啊。OK， 我看着你，有人敢杀你，先插过我试试。鳄鱼上去了，又上了，盲僧也有可能在上路啊，只能说有可能在上路，不是一定。盲僧下，不行，他漏了，这盲僧不会走的。那也咋骂的？他的强制期已经过了，他现在会被他只要你被你单杀一次，他现在就会无限被你单杀。嗯。刚才我欲擒故纵了，已经假装打不稳。不愧是国服第一这个盖伦，有货的啊！说实话是真有货，细节是拉满的，操作是无敌的，意识是在线的。你不是全力辅佐吗？我是在全力辅佐啊。你在嘴口头全力辅佐是吧？怎么可能，爸子？关键的时刻你会看到的，爸子。那我得把局势先稳住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看下路又不来，我下路炸了，到时候你一个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爸子。你看，你又杀了。是不是？你每次击杀我都会为你鼓舞呐喊，诸位加油！我这也放这把是全力辅佐吧？你放心吧，巴子。完了，这里死了，全不全力？等一下不就看到了吗？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很多人在那边。中单没闪。OK。完了，我也没了。我不知道你别去，哎呀！你这回我救不了。嗯。那你别去了，巴子，要不然你就跟这个卡兹哥一起走，你们这样太浪了。哎呀，这寒冰这不演到我疼的要死。是不是鳄鱼杀你的，巴子？巴子是不是鳄鱼？妈的，杀我兄弟，杀我兄弟！
是寒冰。寒冰吗？哦，那下吧。明白了。是寒冰是吧？这臭小子，明白了，巴子。废了！哎呦，那叫闪的，我操！我叫几秒就好了。完了，阿桑。大下龙吧，到时可别后悔哦。其他装备这么好，哪大件了都？装备跟我一样啊？什么档次跟我一样装备？这两大件。弹幕鱼可能不一定会来，你看情况啊。不来的话，你就可以跟他去对线去。他有 TP 的，也不一定不来。哎，好，杀龙吧。控制好多，我在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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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被控！就，哦呦，我被控了！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放，我把他们包围了！不行！来，太长！我把他们包围了！太长了呀！哎，封二了！太长了呀！可惜，哎，这波有点，这波说实话有点可惜，这波真的有点可惜，哎，可惜，哎，这波我的机场没了，damn的，没续上了，一个也没上到，没续上，啊，哎，大子，不行。哎，我这波要螳螂能跟我一起就好了，结果他们是全死的，我跟你说，结果我在弹丸旁边有一个人，他们都得全死，一个人实在独木难支。巴子，你在干嘛呀，巴子？这样好快。完了！这有可能会掉大龙啊！不能乱杀人，我们要掌握节奏啊，打龙就好了，不用着急杀人。哎，他预判了我的闪现的位置，靠！
还行。绝不动摇。这一滴不完了，好像。他冲出去送了吗？嗯。要把我们加开了，我说实话有点夸张了。哎，好，这个是真的开。来，支持这位大招。能追不？我没状态，你把 AD 秒了吗？红白和蓝白要死了，这打野怎么能 E 进去呢？打野不扯犊子吗？每次下路都劣势。不是说他们不是说劣势，他们是崩，你知道吧？劣势真没事，八八下路就下起来12次，怎么顶啊？对对面下路就15次。哦，而且一直往下飞的。来来来来，有机会。好、哦，都没了。我觉得刘老师是新大杯子，新大金用本。加！不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我要是火爆，火爆出来了就好了。我得先把这个旁边给它锁住。嗯，完了，哎，我操！哎呀，发现我了，巴掌！啊！啊！啊！死！这样，我们现在只要能拖住他们进攻的步伐、进攻的节奏就可以了，哪怕用是用我的生命。你就没了呀，这个没了呀！哎呀！